秋风雨烟散，刺向给我飞翔的翅膀。爱让孱弱的蓓蕾抵抗着枯萎，你用倔强承受
孟叔叔。嗯，孟叔叔是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。服装店是我设计的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小矮，不要再流泪了好吗？你不知道，我今天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才敢来面对你。哎，两斤五两。哎，一说哪一下哪个的，像你这。嗯，多少钱？啊哈，50块钱，我还找你10块啊。买的什么呀？我去买了2斤螃蟹。准备给强强和小爱一人剥一碗。哎呀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你就顾顾自己吧。他们都长大了，好多事儿让他们自己做吧。哎呀，小红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妈，我以前老是和你们对着干，爸走了，我也没有好好照顾过你，我挺对不起你和爸的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以前不理解你，老骂你。妈，我一直想要问你个事儿。爸在临终的时候，他真的说了很后悔要我这样的女儿吗？没有。爸说你很懂事，你从小就体贴我们，出门走得太累了，都不让我们抱，不让我们背，让我们照顾弟弟。他一直很疼爱你，我也为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感到骄傲。原谅我吧，没想到我的一句谎言压了你一辈子。你能抱抱我吗？小红，我什么都依你。住医院这事儿，你一定得听我们大家的。去医院吧，好吗？我只说一遍，不要挡着我的路。我也不想挡着你的路啊。你拿点钱把我打发走了不就行了吗？啊，孟子薇，你给林红钱就不给我钱，我就纳闷了啊，这林红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你还盯着他不放，你他妈这眼光也太低了啊！
住口！哦，我明白了。我姐夫刚走，你这是想接他的班儿。打我！你姐都快要死了，你还这么说的？你是人吗？是，谁他妈要死了呀？啊！你姐得了胃癌。我这样的弟弟，不见也罢。那是你的想法。可你姐，她对你的事儿一直内疚。你知道，当年救薛菲菲的钱，就是她准备拿来买房子的钱。
我也看到你这十几年来是怎么走过来的。作为母亲，您做得很好了。你放心，张强的病我会一直努力的。医生，真是谢谢你。你一定要放宽心，一定要相信科学，他一定会治好的。谢谢你们。倩倩，妈把强强他们叫走，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来，过来。
妈，对不起。妈，妈，您别这样。妈，别这样，妈。妈，真的对不起你。妈恨了你一辈子。虽然我一直都坚信，秋娘的病一定会好起来。可是我真的不应该，不应该让你来承受这些。我实在太自私了。你们要是实在过不下去，就离婚吧。妈。你还年轻，还可以再从头再来。你们要是离了婚，你一定要把孩子好好带着。我问过医生了，他说强强的病不会有遗传的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强强和孩子的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恨我。是，是很恨你，但是在东东出生以后，作为一个母亲，我能理解因为强强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。我知道你是很不容易才撑起这个家，我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伤害，您放心，我会像你一样守护强强，守护孩子，守护我们这个家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你好，请问有金钩豆瓣吗？没有。舅舅，呀，东东，真可爱。睡着了，睡着了，东西还在笑。你把人家弄醒了。舅舅，嗯，孟叔叔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你那小店刚开业，你们就过来帮帮我吧。没问题，我说了算。去看看你妈啊。舅舅舅妈来了呀，姐来了。姐，你这样可真像林黛玉，病太美，真的挺美的。
舅妈，你坐这儿吧，我出去看看孩子。 喂，周主任，你好。你是说他现在状态还比较稳定，可以手术？好，谢谢。孟总，这下您总算可以放心了。是啊。 喂，小艾，强强，你别给我扎，你别给我扎，强强，你别给我扎，我求你，你别给我扎，你不要给我扎，强强，强强，你别扎，你不要给我扎，你不要给我扎，你不要，你不会扎，只有我妈才会扎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给我扎，你不要给我扎，强强，你别哭，哭是没有用的。 你说了没用？你为什么说我没用？我没用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没用，我没用，我害了我妈，我害了我妈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强强，强强，妈不是说过吗？针灸对你是最有用的。
用的，你们都是骗我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根本就没有用的。我们这么多年为了治我，我根本就治不好，因为我根本就没办法治。是你家家，你知不知道我妈的病？我妈的病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，知道吗？我妈的胃癌是我累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再拖累我妈了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。所以说，我去死！强强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，求你别管我，让我去死，让我去死！强强，真让我去死！你如果觉得你死也有用的话，可以把妈救回来的话，那你去，你现在就给我去，你去呀！刚才给我来电话说咱妈的病可以做手术，还有希望。你冷静点儿，你坚强起来。亮个强强，你要相信妈妈的病肯定会好起来的。李医生，你觉得我这办法能行吗？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。以前总是强调父母对孩子的爱，那我们一起试一试，你觉得呢？好，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妈，你现在啊，就安安心心的等着做手术。孟叔叔说，手续快的话，你明天就可以做手术了。酸吗？嗯，没事。别吃了吧。强强怎么样了？强强挺好的。告诉你，倩倩在学针灸了，以后啊，就由你这个儿媳妇替你照顾强强。真的？嗯。她在学了？在啊。她愿意学了？当然。哎呀，妈，你看你又来了，强强。这两天情绪不大好，他平时太依赖你了，现在还接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没事儿，妈，没关系啊。小爱，孟叔叔，赶紧，妈妈收拾收拾，护士马上就过来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我回家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求求妈。小红，别这么固执。别那么固执，就是我要回家，我一定要回家。还剩最后一项检查，我向你保证，强强明天肯定过来，行吗？真的吗？我必须回去，要不然你不做手术。小红，去哪里扶？哪里扶去？行，都依你，行吗？我去开车，慢点啊。哎，行，妈，你躺会儿，我给你拿衣服去。哎呀，看你，哎。在医院商量明天手术的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强强呢？睡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小艾，我们想试试强强的心理能量到底有多大。不行，小艾，不行，我妈现在已经病倒了，他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，拿走。小艾姐，就让我们试一试吧。小艾，这也许
是你妈妈想看到的，是啊，小艾，是一次吧。小艾姐，来，你去把强强叫过来。睡觉呢？李医生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
你喝一口吧，我告诉你，我天天跟你住。 母亲哭了，又笑了。几十年来，她终于放纵了一回，像个孩子一样。我们经历了过去，却不知道将来。有你，有爱，我们就不再害怕。母亲的爱是生命的源泉，让孩子感到温暖和安全。 孩子的爱是生命的全部，让母亲充满幸福和勇气。手与手握在一起，这辈子就认定了你。妈妈，我们爱你。到这里，我母亲林红的故事就讲完了。她只是所有母亲中最普通的一个。